谁拿到拿下我 Round One 的胜利。我们玩家现在好像有点逆转的感觉，而且这个玩家选的角色好像攻击力倒蛮强大的，所以哇，玩家拿下 Round One 的胜利。我们三战两胜，竟然有 Round Two 就可以把它扳回一城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看我们玩家真的非常想要得到这个签名啊！哇，绝招！哇，绝招！绝招！有个哇！玩家直接半条血就这样没了。看我们玩家的攻击，对于朱莉亚选的这个角色来说呢，失血还蛮不错的。真的，两边的血量，哎呦！Thank you.